搭帮参加同欠送同意书韩国省会结合起来，系按多年来一度为地方政府实行推广的文化体验。新北市政府文化局同三芝区公所邀请的十四个用木桶用素材来创作的彩题艺术家，共同来举办2017三芝彩题艺术家展览。其中没有客家系的艺术家去参加，用海陆荷花、韩国统一来展现出丰富的艺术风貌。一道艺术作品也显示到市民的初五，为第三芝区后福市民活动中心来展出。在台湾东北角海顺的三芝，有一点咱们海顺风景和轻松。按多年来，系在三芝海顺的艺术家吴万夫发现海洋生态对台北这么丰富，都也下小家一道。所以，第二能一次三芝彩题艺术家联展当中，大鹏同意创作，而表态对海洋环境的关心。很多人在祈祷，用各种方式。好，来获得这些资源，透过鱼内脏这些变化有没有？那还有一些球形的东西，就代表他们还是会繁衍后代，对不对？那我们一直这一种一个很恶性的循环。喺下年嘅叶光燕、陈运涛、杨妈妈、钟楚妹，同样露台陈运浩，被喺一摆连载嘅艺术家。喺第三子三十多年嘅陈运浩，主要创作统一，大件作品喺以行业派资源，地过自产业环境当中来面向创作嘅。我九十岁嘅钟楚妹展出嘅海螺荷花，喺间对沙滩岩度嘅海螺荷叠出繁衍嘅，大家海螺荷都冇去修剪，也冇加色，希望大家看到睇。资源有几多位？这个是非常自然的东西哈，因为你用机啊，看一个角度，要么你适合，你爱东西做嘛，该做你也要做花，也要做花心，也要做个按照花机。带到你安海顺哈，风景真好，会所心情是会好啊，心情好就会做出好东西出来。共俩艺术家去个平台，因为做了三支俩个艺术家哦，其对讲，每讲做地方上改名望俩，就说在国际上来讲话，拢动六名哦。三支彩天艺术家点赞，总共有十批个艺术家展出结合个地方生态环境的创作，不单止爱看展览的民众了解三支个地方文化特色，还认识韩国集群地方生态，每希望韩国同意来认识三支优秀个艺术家。下个新闻，陈英丽、陈心怡，新北市三芝报道。